2024年5月8日，我结束了离职后为期25天的旅行，回到了上海。一边重建日常生活，一边回看在首尔的那几天。每到一个新的地方，我都习惯于找到自己的生活节奏，无论是作息时间还是日程安排。对生活的掌控感让我内心平静，让我快乐，好开心。离职之后没有立刻投入下一阶段的日常生活，而是开启了一段旅行生活。除了想要探索外面的世界，也想探索新环境下的自己。2019年夏天，我在首尔参加过高丽大学的暑期学校，为期40天。大概因为已经是5年前的事了，所以这次再来首尔，一切都是新的。再次来到首尔，再次回到上海，我惊讶地发现，生活秩序就由那些简单的事组成。我的胃可能是全世界最敏感的胃，照顾好我的胃是生活秩序的基础。幸好一个人吃饭自由度很高，不用迁就他人委屈自己的胃。听说一个人吃饭排在孤独等级的高位，而我非常享受一个人吃饭。上学的时候有同学一起，上班之后有同事一起，离职之后常常一个人吃。聚餐自有其乐趣，而一个人吃饭是爱人的自我疗愈。据我观察，首尔的公交车比地铁方便，于是我终于做了一件想了很久的事，那便是在公交车上坐很久很久，看着窗外发呆，听喜欢的歌，在熟悉又陌生的城市里穿梭。回到上海后，地铁比公交更方便，在外旅行时间越长，越分不清我来这里是干什么的。当秩序建立起来，又要去另一个城市。不过，怎么自在怎么来吧，建立秩序的过程就够有趣了。电影和书籍是我生活中除了吃住行以外最重要的秩序基础。当我把观影和阅读安排进今天的日程里，我就知道今天会过得很满足。今天一大早就出门了，现在我在 City Walk，打算走40多分钟去一个电影院，今天下午就是看电影的安排。非常巧的是，最近这个电影院在放红上秀的电影。之前我不是跟大家说过，我看了好多部红上秀的电影吗？然后2024年它有一部新的长片，正好我来韩国就可以去看。有一个很神奇的感受是，感觉我2019年来韩国的时候没有好好的看这座城市，那个时候就上课，然后今天躲在小房间里，没有想要出来探索的欲望和勇气。这次来就感觉有在认真看，感觉心态和心境不太一样了。因为我没有办法线上买票，所以我就现场买票去。每一部电影都带我过另一个人的生活，带我思考许许多多的问题，让我获得更多的氧气活下去。所以在首尔和上海，我都会看电影。好开心。Thank you.
在旅行中，内容创作是喘息的出口，是停下来思考的好方法。找一个咖啡厅，点上一杯无咖啡饮品，晒晒太阳，任窗外行人匆匆，专注于脑袋里的拼图，集中精力做一件事，是当下我最享受的事。回到上海后，下雨的时候，我的房间更欢迎我，更适合我思考。这里没有咖啡，但有矿泉水。而天气好的时候，咖啡厅会欢迎我，柠檬水会引发我的思考和灵感，窗外的绿色也会。所以我需要停下来思考，才能继续往前走。如果我有六只眼睛，我是否能看见更多色彩呢？如果我有五条腿，是否能走得更快呢？如果我有四只耳朵，是否能听得更远呢？对我来说，重构秩序还需要找回感官的敏感。一个人的日常里，耳机是形影不离的伙伴。韶音 OpenFit Air 最近陪我完成了旅行到日常的过渡。戴上 OpenFit Air， 我的 City Walk 有音乐，也有耳机外的声音，能听到车流也更安全。我去医院做过眼睛的全面检查，得到过眼角膜太薄的诊断。难道因为这个我才看不到上海的美吗？回到上海那天，我还戴着旅行时的那双眼睛。我突然想问自己，为什么我会那么认真地看首尔和东京，却从没想过认真看上海？还是那句话，预感会持续拥有的，就容易被忽略。在外旅行这段时间，作为游客，我很难把健身纳入每天的行程中，而健身又是那么重要的秩序构成，所以我一直惦记着。而且这次旅行每天暴走上万步，再次检验了我的健身效果。回到上海后，健身很快回到日常中来。无论在首尔还是在上海，我都通过以下方面来重建生活秩序：饮食、交通、电影、创作、感官、观察和运动。当下的我在努力构建秩序，未来的我呢，也许会继续构建，也许会抛弃全部秩序，谁知道呢？拭目以待吧。尽管我眼角膜很薄。